那个人抢一根儿，那两个伙计吃一根儿。美女，上山的路有两条啊。打架哦！人家两个人都要啃那一根儿。帮着那个。哦。帮。哎呀，打他！你看嘛，就是跑他，跑他，跑他，他要打他嘛。哈哈哈哈哈！哇，要跑他跑他，去跑他！哎呀，真好看！谢谢阿明，谢谢阿明。哎呀，大家大家，哎，不要多吃多。总吃皮皮，把皮皮撕了的少。啊，我还真的吃一个。中间那个皮，看没有？黑皮。今天要那个。腰好小哦！哎呀，这也刀量硬气的。我买一个包啊！我包你啊！我有钱，你咋不用包？看到啊，看到。看到。哎呀，真多吃东西！你跑哈，我跑哈的。整你来的。这熊猫真的，我就发现吃到有一天，它毛全部要变成黑的。它毛绝对吃到有一天，全部要变成黑的。你说就老的事情。对啊，这些区别就不大了，就棕色了，棕色。这啥子？全部都要变成黑的，肚子上的。这个可能老鼠在里面。哦哟，你烂，终于要洗了。哦，晓得了，我才。冬阳包的。原来全部是白的，现在。对吧？以前那个白的。刚刚生出来的时候，嘎，就那个。因为汤起吃。还是汤起吃，人家跟你刚才说的。人家特色。哦哟，特色的嘛，人家要汤起吃。那个熊猫吃的。那个是熊猫吃的。那个是熊猫吃的。这是娃娃吃东西嘞。汤起吃舒服。汤起吃，人家那边那两根就不是那个，要是，那就有点喷了，泡着喷着的，烫着，还是在那个。好，好点吧，好，好晕了点吧，你把麦着。哎，嗯，好，嘿。那要不养点儿吃个？你想哪个在那边？对。你都不理你。坐看来你坐了。走一下，好大的雨。哈哈哈哈哈！那个起钱了，哈哈哈哈哈！哎呀，太搞笑了，哈哈哈哈哈！哈哈哈哈哈！跑跑跑，可以及时，哈哈哈哈哈！啊，抢，那是个当多，太搞笑了，哈哈哈哈哈！不动，我家都不动，哎呀。哈哈哈哈哈！哎呀，太喜剧了。
真的相当厉害了，他牙齿就倒了，按下去就断了。大牙就是它就要锋利得很，咬断就是那个。他吃完两个要钱。嗯，你抢哦。